还有我们现场的詹议员，我们的市议员参选人哈，我们的魏宇哈，还有我们的徐淑秘书、钟秘书哈，以及我们社区的所有理事长、所有旅宁的所有社区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立委哈，真的很。真的是蛮想怪，可是真的来不及。他请我哈，哎，代表他哦，祝福所有他社区的每一位好朋友哈。今天哈，就是表现自己平常所学的，完美的呈现给龙潭区所有的好朋友看哈。其实我觉得啊，认识龙潭四个字最简单哈，如何做得到？就是说每年的那个区公所这个假日广场。最后一场最盛大也是最好看的，就是我们16个社区的表演哦，16个社区浓缩了整个30里的各个地方的特色哦，就舞蹈来表现。最后还是代表立委吕玉莹哈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跟大家报个好消息哦，我们便当已经到了哦。很感谢我们的区公所，真的特别，这把两天时间浓缩一天，这很棒，你不觉得吗？大家相聚一堂。好，再聊聊天，看表演，多棒的，多享受。那我们便当等一下6点准时哦。这表演完了，三德表演完的话，请理事长或者那个或总干事哦，到过我们领便当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请三德社区，谢谢。